再来是这个 JCM 工作特性模式。好，工作特性模式哦，啊，就是在它主要是在讲工作丰富化的情形会受到五个核心、五个面向的影响啊，五个面向的影响啊，那五个核心层面啊，包括了技能多样性、任务完整性、任务重要性、自主性跟回馈性。好，我们从人开始哈。一个个人啊，个人他对于工作的掌控，这个叫做自主性啊，自主性。然后呢，啊，他工作好。他工作会得到成果啊，那这个人他工作得到什么样的成果，这中间受到他的工作技能所影响啊，技能的多样性啊，技能的多样性以及啊他的任务的完整性跟重要性。啊，你的技能啊，技能越多样啊，技能越多样啊，那就代表你能够做更多不同种类的工作。然后如果你的任务越完整，那就代表其实你的自主性就越高，然后你的任务越重要啊，任务越重要啊，那就代表你的工作产生的影响，就工作成果产生的影响就会越大。好，还有就是一个完整的工作设计哦，它必须让你知道工作的成果如何，这个叫做回馈性。啊，这叫回馈性。啊，就考试考完你得知道成绩嘛，不然考这个考试有什么意义。啊，我连对错都不知道。啊，这叫回馈性。啊，回馈性。那这五个是工作的核心面向。啊，个人自主性、技能多样性、
任务完整性、任务重要性还有成果的回馈性啊，这五个是那个核心工作层面。好，然后核心工作层面对个体的影响啊，会产生三种员工的心理状态啊。这三种员工的心理状态呢啊，分别是工作的意义啊，工作的意义、工作结果的责任啊，还有呢，好，那个得知工作结果啊，就你看到在那个第二段啊，第二部分啊，员工经历三种状态啊，三种心理状态：技能多样性、任务完整性跟任务重要性啊，三者配合使员工感受到工作的意义，就是这三个。啊，这边一、二、三啊，这三个代表工作的意义啊，工作的意义。然后再来呢，啊，那个自主性这一个啊，红色的啊，红色的这一个啊，代表工作的责任啊，工作的责任感啊。然后回馈啊，回馈啊，回馈性啊，黄色的啊，代表工作的结果。啊，这三种心理状态啊，那这三种心理状态分别叫做工作满意度、工作责任感以及工作的了解感。啊，我分别写一下好了。工作了解，对不起，按颜色区分啊。好，工作满意度，好，它包含了技能多样性。然后任务的完整性跟重要性，啊，然后还是工作责任感，黄色的，红色的东西。工作责任感啊，是自主性啊，然后再来是工作的了解感，啊，这是三种心理状态啊。最后一个干扰变相。啊，干扰变相就是个别差异啊，干扰，这就是干扰变相啊，或我们讲中介变相了啊，中介变相啊，中介变相反映的是员工的欲望啊，欲望。那如果说好，那个员工的成长需求啊，员工的成长需求就高层次的需求啊，好，员工的成长需求越高啊，那么他对于这三个。啊，这三个工作满意度的，就是所谓的工作满意度、工作责任感跟工作了解感啊，这三个的需求就会越高，那么他对于前面的啊这五个的需求就会越强啊。那相反的，如果今天员工他的需求层次啊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啊，那他对于这个工作核心面向跟员工心理状态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强啊，也就简单讲，就是他的心理状态比较容易得到满足啊，所以这个强度会跟个人的需求啊呈现相关性。
好，然后招募这边呢，好，有这个面谈啊，面谈。那面谈呢，啊，结构式面谈跟非结构式面谈啊，这个之前的考题啊，啊，结构式面谈呢，啊，就是它有固定的问卷啊，那这个问卷你可能看得到，可能看不到啊，但是主考官那边一定有啊，他们会按照问卷去问。那主要的差别就是，你每一个人都会被问到相同的问题啊，那就比较容易进行比较。那非结构性面谈呢，就看情况啊，自然发展啊，这叫非结构性面谈啊。那面谈的设计方法啊，结构性面谈啊，定义上来讲呢，啊，就是要设计与职位密切相关而且一致的系列性的标准问题啊，然后根据一定的面谈程序了解求职者是否具备足够的知识、工作情境的经验以及其他与工作相关的个人条件啊。结构式面谈还可以再分为两种啊，一种是情境式面谈啊。情境式面谈呢，就是我会给你一个假想状况啊，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相同的假想状况啊，然后那个评分者再进行比较啊。那经验重述面谈呢，就是相同的问题，但是会他主要是询问被面谈者他过去的经验啊，那这个是经验重述面谈啊。非结构面谈就不一定了啊，没有什么一定的问题。影响面谈结果可能的因素，这里面比较简单，好，所以我就不一个个说了，好，但主要是怕你考试的时候写不出来而已啊，所以你大概看看标题。第一个是讯息的正向负向特质啊，就是好印象跟不好的印象啊，好印象跟不好的印象啊。再来呢，好，初始效应跟心境效应啊。初始效应一般来讲就是第一印象啊，第一印象就是初始效应。然后心境效应就是最接近现在的回答啊，最接近现在的回答，这个叫做心境效应啊。比如说面试的最后一个问题，面试的最后一个问题通常会产生所谓的心境效应啊，因为面试完马上就要评分嘛，好，所以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容易产生心境效应。那一进门的第一印象容易产生初始效应啊。然后对比效果，对比效果就是跟前一个人的比较啊。性别同质性啊，主考官与应征者的性别是同性还是异性，这个不一定啊，有的人喜欢同性别的，而有的人喜欢不同性别的，这不一定啊，但是性别确实是有可能产生影响，只是说这个影响，它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，这个因人而异。